偉倫咧係我中文大學嘅同班同學嚟嘅，啊，註冊社工啊，我都係註冊社工嚟嘅，好，我右手邊咧就阿周鑑亮律師啊 ，Hello。咁啊，周律師係做呢啲家事嘅法律好耐噶啦，都做好多噶啦，都做好耐噶啦。你做咗幾年律師啊？律師做咗哇，都九四年。哇，即係差唔多咧，大大話話都十七年喎。係啊，一八年啦，之前都有做開咯，就快廿年噶啦。廿年啦。OK， 好啦，今日我哋呢個題目咧，就先俾個引子大家先，就係、是根據一啲調查咧，就係、是香港咧就嗰啲結婚嘅。家庭男啊，即係男女啦，就大概咧就係有啲就講話啦，十對有一對有婚外情，有啲嘅數字咧就都唔科學嘅，有啲話四對有一個一對嚇，男同女都有喎嚇，咁有啲咧就話係兩對有一對啊，咁如果用四對有一對咧，我哋三個都結婚㗎嚇，啊即係有屋企啦嚇，咁又係就唔發生喺我哋身上，喺呢度第四個係 OK 好嘛？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講緊一個咧婚外情嘅同法律嘅問題。咁啊，先問下黎偉倫啦，你做咁多呢方面嘅案件咧，就你所知嘅嚴重性係咪好多嘅啫？我哋最關心嘅咧就係嗰啲男人咧啊，因為好多時候喺離婚嘅時候咧，好多嗰啲嘅撫養權咧就俾咗嘅仔女個媽咪。啊！咁佢哋最傷心嘅咧，就係同仔女嘅關係，即係啲子女嘅後果嗰啲係。我即係問你個數字啊，大概你睇係有十對有一對有婚外情，定話四對有一對咧？嗱，依個咧我哋就唔知啦嚇。不過我哋感覺到係啲男人就係同啲仔女嘅關係就好傷心嘅。係咁嘅情況。咁咧喺即係如果政界方面有呢啲婚外情嘅嘢咧，就喺外國最經典嘅即係克林係咪呢個咩啊？以前的克林頓啦，前總統啦，佢同呢個阿萊賓斯基嗰件事，佢咧嗰單案件咧就做咗個 report 叫 STAR report 嘅喎 ，STAR 咁啊 ，STARR 咁啊，係啊係係，啊有個人係係咁啄住佢嚟做報告嘅，係啊嗰次之後咧就喺個國會度咧，不過就克林頓好叻喎，啊啲法律真係好犀利啊，就可以搞掂咗嗰個成個調查咧，就係佢嗰個投訴咧係。唔成立嘅話，即係冇呢個啊，即係厲害，好犀利啊！咁如果喺香港隔離嘅咧，就呢個以前啊，呢個澳門嗰個啊前特首啦，胡口華佢都係承認有婚外情嘅喎。係咯，咁啊，周律師啊，即係婚外情其實係啲咩嘢嚟嘅咧？即係個定義係婚外情法律有冇定義？法律就我諗冇嘅，不過都好好簡單啫。即係婚姻意外咪同另一方，如果男同女發生一啲感情咯。嗯，發生感情。感情咯，但係當然。咁會唔會有所以發生感情咧，起碼有程度上咧就有兩類啦，起碼係嘛？第一類咧就係純粹感情嘅，就係冇發生呢個肉體關係或者冇生仔女。第二種咧就係唔單止係感情，即係加咗咧就係有發生。肉體關係啊，即係加埋仔女性身係，有性關係同埋加埋有呢個生埋仔女添，係咪即係呢兩類主要都係？係咯，我諗都係咁樣啦。係啦，咁如果係呢兩類嘅情況下咧，喺法律上咧係所謂婚外情咧，喺香港法律咧，喺刑事法有冇犯到法嘅啦？犯咗邊條法咧？有冇？刑事唔係噶啦，冇犯法噶啦。冇犯法。我諗古代話英國就犯咗啲宗教法例啦，好嚴重噶嘛。甚至古代就成日聽話浸豬籠啦。即係喺宋朝嗰時啊，即係阿潘金蓮就要浸豬籠啦嚇。唔係前嗰排睇嗰個無線戲都話要浸豬籠啦。嚇！咁你即係戲劇裏邊啊，清朝啊，甚至文初都話要浸豬籠啊。係都要㗎啦。係啊係。咁呢個咧就係違反咗嗰個當時嘅俗例啦。冇錯啦，香港咁啊，即係死罪。死罪嚟㗎啦。係啦。咁但係喺香港嚟講，刑法咧就係冇。香港刑法冇㗎啦，唔係刑事㗎啦。係即係話係即係犯錯，道德錯誤。都是錯的係啦，咁啊，係啦，黎偉倫，你係睇喺刑事上啊，而家睇就係其實係冇犯罪嘅喎，冇乜問題嘅。我諗有冇人問你呢個問題啊？即係你做佢哋會問嘅，佢會問嘅，就係喺當進行呢個離婚過程裏邊，佢哋會問究竟啲仔女係歸邊個啫？咁呢個民事啦，就係民事啦，刑事嗰邊啦，除非佢真係。有打到老婆啦，咁呢邊咪刑事啦。係嗰個又唔係婚外情啦，咁啊你即係婚外所引起嘅行為，
咁可能會觸犯咗其他。但係點解阿周律師就係有冇聽過咧？就係、是、即係深圳河對面咧，去到大陸嗰度咧，有呢個實質婚姻嘅情況，當佢呢個如果話生埋仔女住埋嘅話咧，咁啊代即係重婚咁就係咯。咁呢個係咪嗰個唔同嘅法律？我諗係啦，唔同法律。咁我理解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有實質婚姻嘅話，即係簡單嚟講同居啦。嗯、就可以被拉坐監噶，坐成年噶喎，亦都有咁嘅案例喺度噶。所以香港嘅男士或者女士咧，如果係犯呢個叫婚外情嘅咧，就個地點唔係喺國內嘅咧，就冇問題嚇。如果喺國內咧，真係好即係係有問題嘅喎，即係喺刑事上有問題嘅。國內有噶、啊，所以香港嚟講咧，就係冇犯刑法嘅。是嗎？是，沒錯。這個就是我們在法律上、在刑事方面的了解。但在民事方面，周律師是怎樣呢？這個這樣犯了這個錯，在婚姻法來說，是不是一個離婚的一個其中一個理由？這個肯定是啦。是的。那在這方面，你跟大家說說是什麼的法律來的？那麼，婚姻破裂是到不可挽回，這個是理由。是的，那個法律就說呢，婚姻破裂到無可挽救嘅地步，就離婚啦。咁有五樣嘢可以事實支持呢樣嘢咧。啊，邊五樣嘢？其一樣嘢就係、是、你啱啱講開就係通奸啦。咁、通奸仲有對方即係配偶忍受唔到嘅。忍受到冇問題啦。第二種就係個行為，我哋行為不合理係啦，我哋叫不合理啦。行為令到即係法律上咧，就你再唔可以 expect 即係。那個配偶繼續跟他一起住，即是我一般叫不合理行為。即是在外面搞搞震又有女朋友，都是不合理的。也不合理的，應該都是的，一般人。所以來說呢，就在離婚來說呢，就是用一是不合理行為，一是通奸，如果真的推論到通奸的話，沒錯，都是作為離婚的一個事實，是吧？沒錯，可以作為你。如果這方面呢，就是即是基本上是民事上一個申請離婚的一些證據來的，他就不是犯了刑事法，他只是在一個證據上去證明他是個婚姻破裂到不可挽回，是這樣的情況。那好了，另外那三個是哪三個？簡單說一下。三個就是很簡單啦，分開一年，雙方同意，雙方同意啦。一樣東西就是叫遺棄一年，是遺棄了他，遺棄了就不理他啦，走開他或者踢他走啦。最後一樣東西就分居夠兩年啦，單方面啦，係一般我哋叫單方面離婚啦，係啦 ，separation 啊呢個 separation 啊。好啦，咁我哋集中呢個婚內情咧，就如果喺嚟講咧，就係通奸係其中一樣啦嚇。咁通奸由於佢係一個係民事一個嘅一個事行為嚟啊，係離婚都係民事訴訟，冇佢嗰個標準係用個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啦嚇，即係話即係提出係有呢個可能。超過呢個可能，法庭就信納嘅。都係。咁喺啲過去案例咧，有啲咩案例提啲咩證據上去俾法庭咧？係咩咧？係咪要捉奸在床咁樣啫？捉奸在床其一啦，最好啦，一有影相啦。因為你通奸就係、是、其實個定義就話咧，男女之間咧有性行為，有性行為啊嘛。咁你證明到呢樣嘢，其實好多時候都幾難證明嘅。通常推論。推論，但你個證據都可以俾法庭推論到噶嘛？捉奸在床啦，你證據見到兩個冇著衫嘅，或者影咗相嘅，仲唔係？即係係冇著衫影咗相，咁啊即係通奸啦。可仲唔係推論到咁樣？係咪啊？咁樣我睇下案例咧，咁大家睇一睇咧，就係、是、叫做都幾耐嘅呢單嘢，就係 CACV 24嚇1972嚇。咁呢單案件咧叫 Julia Wong 同埋 Wong Chick Wei 嘅咁啲案件，咁大家喺網上可以睇下佢嚇 ，CCV 24啊1972。咁佢嗰度咧就係話講緊點樣去推論佢嗰個其中有一個人係通奸啦嚇。咁佢就話遞咗啲情信上去，遞咗幾封上去討論下呢個情信咧。咁啲情信嘅內容咧都可以推論到佢係法官信納咧係有嚇，即係有發生嗰個通奸咁樣。是咪啊？咁呢個咁嘅情況大家喺網上睇個案例咧，睇到裏邊啲信嘅啲內容啦，可能幾老骨下噶咯，係啊，即係好兩個人表達，係啦，冇錯啦，即曾經有咁嘅行為啦咁樣。所以咧就係而家我哋咧啲記者都未揾到係一啲咁嘅信件啊，係嘛嚇？係即係有關方面未有啲信件，或者整啲信件出嚟咧，俾大家睇嘅可能。冇錯。係啦。咁呢啲咁嘅呢個案件咧，就最後咧就由於佢提出咗啲信件嘅啲內容啊，法官睇過曬啦，咁咧就話覺得咧係喺咁嘅標準啊，呢個
啊，50%以上嘅啊，超過一半嘅機會嘅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咧，係又話推論係有發生過通奸，就唔係需要咧就係實際證實佢係發生咗通奸，係咁都係一個離婚係可以啊，即係信納咗係離婚嘅理由嚟。好啦，咁除咗呢、這個呢樣嘢咧，係即係嗰個情信啦，咁仲有啲咩嘅文件咧？就你所講，會唔會有啲人遞嗰啲係誒啲私家偵探啲報告咁上去？有影到相啊！咁啊，兩個又唔係為公事，邊間酒店係啦，一齊啊出嚟啊咁樣。幾點鐘入去？係啦，咁啊，當然亦都咁講啦。好多時候就比較難咧，不如我哋退而求其次，用啲容易嘅理由。啊，所謂不合理行為咯。係咯，同佢有啲未去到證明到肉體關係嘅情感上都係唔啱噶嘛，不如容易啲啦呢樣嘢。係，所以亦都可以係用呢、這個呢、這個嚟。咁仲有一啲咧，就係、是、我見有啲案例咧，就係話誒遞上咧就係、是、個細路仔嗰個 DNA 嘅、那個、哦、或者血緣嘅。哦，咁呢個一定係證明到，如果係證明到係父母咁，仲唔係兩個曾經發生過某啲行為？或者生出嚟都唔係我嘅血嘅，係啊，我呢度俾人即係要驗一驗喎，係啊，出到呢啲都係一個理由。係啦，好啦，喺文字上咧，嗱，佢係除咗呢個家事嘅性咧，就係、是、之前咧係咪可以係作出一個申請一個賠償咯，即係如果係話對方通奸咧，佢申請索償。舊例咧，嗱幾時我唔記得咗啦。舊例曾經真係，如果譬如通奸咧，真係可以問通奸者咧，即係要求攞賠償㗎。但已經廢除咗好耐。廢除咗，而家冇得。而家冇得問嗰個所謂通奸者第三者。所以個影響咧就係、是、都係即係大家就分開咗。分開咗離婚咯，係啦，分身。係啦，咁啊，黎偉倫啊，你好似係有啲咁嘅文件啊，啲書咁樣啊，同大家講講你嗰、那個即係對於呢啲家庭發生問題啊、離婚啊，你哋有啲咩服務啊咁樣嚇？我哋咧，原因係有咩影響啊？咁啊，呢咁多年裏邊咧，我哋都搞咗20多個離婚男人嘅小組。喺20多個小組裏邊咧，我哋都訪問咗有10多個離婚男人，佢哋講翻佢哋嗰個故事。咁、我哋將佢呢個內容咧，就將佢撮合啦，就寫咗喺呢本書裏邊咧，有一個嘅總結，係話俾大家聽嗰個嘅離婚男人所面對嘅困難係乜嘢。咁喺當中咧，嗰啲男士咧，佢都會將佢自己嘅感受咧，係寫低，淨係用佢自己親筆寫低咗佢自己一啲懊悔嘅説話。有啲就真係我好深刻感受到咧，就係佢哋最關心嘅、最擔心嘅，就係同仔女嗰個嘅聯繫。因為好多時候喺嗰、那個離婚嘅過程裏面，佢話三失啊嘛，失去老婆、失去仔女、失去埋公屋，即係如果低下家庭，失去埋公屋。咁但係其中最重要咧，就係佢同仔女嘅關係。因為有好多時候咧，就係啲仔女當唔睬佢嘅時候咧，佢就冇辦法可以做嘅。我都識得一個其中一個組員咧，佢係有好多年咧，佢要求過見個女嘅。喺見個女個時間咧，個女係有同佢喺埋一齊。但係嗰個喺埋一齊嗰個嘅時間有啲咩好做呢？個阿爸講任何嘢咧，個女就喺度打機嘅啫。咁啊令到個男人咧冇符嘅。即係當個女淨係對住阿爸係撳住部機即係見咗等於冇見咁佢好痛苦嘅。咁佢曾經要求個女影翻張相俾佢作為一個留念，但女都唔睬佢。係直至到七八年後咧。個女突然間咧，喺佢生日嘅日子，係攞咗一束相，相埋鏡架，送咗俾佢。咁佢好開心，因為個女開始有個轉變，即係佢終於捱過咗七八年嘅時間，係攞到個女一啲嘅回應，俾翻張相佢。咁佢成日喺其他嘅組員面前咧，就係俾人睇翻。佢一啲嘅感受，佢開心嘅感受。所以咧，係社工對於呢啲家庭發生呢啲嚇唔開心嘅嘢咧，都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咁係啊，黎偉倫，我想問一下啦，就呢、這個婚外情引致嘅呢啲家庭破碎又或者成咧，咁佢係對於子女嘅影響咧係咪好大嘅咧？即係佢哋會有樣學樣啊，或者係因為咁啊，即係引致一個隔代嘅呢啲嘅問題啊咁樣咧？
我覺得其實是當啲仔女喺依個破碎家庭裏邊長大咧，唔多唔少咧係受到影響嘅。頭先嗰個就同阿爸嘅關係個疏離啦。咁另外有陣時係佢哋嗰個嘅成長咧，都好似因為其中一方即係同住嗰、那個媽咪啦，多數就係、是、媽咪好多時候咧就喺個仔女面前係就係指責。爸爸的不是在個過程裏面他那個心理上面呢都不得不平衡的、啊、即不能夠很健康來到成長，以致到他跟人的相處呢出現了一些困難、啊、好像最近就是、謝霆鋒兩夫婦即離婚、啊、就是因為兩個都是單親長大，他們在那個的、有一些衝突的時候他們不是很懂去處理，以致到呢很容易呢就 是有一些爭執，在爭執過程又產生另一個嘅婚姻嘅事，係咪呢個係啲社工咧，或者發展心理學嘅其中一個理論咧，就係、是、好似呢一類嘅嘢咧，係可以感染或傳染到噶。某程度上隔代咁啊傳落去嗰啲嘅情況啊，呢、這個就因為識點處理，係啊，因為佢自己成長嘅過程裏邊，淨係睇住單親啫嘛，冇睇過媽咪同阿爸點樣相處，佢、就唔係好知道點樣嚟到去係分享，即係或者同個配偶分享翻佢自己感受。很多時候就會是用責罵，尤其是男性很多時候用了的、打啦、打仔啊、打老婆、這個模式來去處理的、即是他學的，是學了學回一些不是恰當的方法。據些報道就說謝霆鋒就不是用打仔女，他是喜歡打機的、就是某程度上打幾粒鐘，這個就是忽略了對方的個感受，只是打機對方望著你那不知道做什麼，沒有好講，就不知道怎樣去抽洗疏離，亦都不知道怎樣兩夫婦溝通，是、啊、是因為啲疏離問題是引致呢個婚內情的其中一個理由。依個是其中一個啦，因為當你在嗰個嘅夫婦的配偶裏邊係攞唔到滿足的時候咧，咁好容易就你揾下其他一啲嘅事可以滿足到佢需要咯。咁其中一樣嘢就係疏離啊呢個。咁仲有啲報道咧就話咧就係、是、最多呢啲咁嘅婚外情發生嗰啲咧，都喺啲辦公室啊，喺嗰啲即係啲即係大家工作期間或者其他即係屋企又唔開心咁啊，出邊就發生咗咯。咁你嗰啲案件咧，係咪都係好多時都係咁樣發生的？男嘅都會係喺即係工作裏邊去認識嗰個嘅同事啦，第三者啦，第三者啦，咁相熟啦，咁慢慢產生呢啲嘅對話同埋感情啦。咁調翻轉咧，就係、是、當個女士嘅婚外情咧，好大部分我哋所了解咧，都係喺個同一個辦公室裏邊，都係有啲咁嘅傳播。咁阿周律師係咁樣嗱。這個通奸又好，或者這些婚外情這些在法律上就是它是建基於制度，就是一夫一妻制，沒錯，就是發生的，是吧，就是婚姻以外發生了情感嘛，沒錯，就包括就是所謂婚外情就是一是移情別戀，一是就通奸，一是三人仔女，那不同的程度啦，是的，那因為這個一夫一妻制才是這樣，那以前來說不是一夫一妻制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基本上以前就啲係道德問題嚟嘅啫，呢個以前道德都有嘅，譬如話就算有妻妾成群咁，佢都可能出去，我哋逐啲講佢滾、去清流咁樣。咁呢啲，但係相對以前喺我諗古老啲時代，清朝以前咁、又喺早上我感覺又唔係咩太敗壞嘅喎，因為調翻轉覺得你有錢你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喎，係咪咧？以前咧嗱咁啦，好多呢啲點樣處理呢啲嘢咧？咁有啲咧就私人物客咧就走去即係嗰啲叫清流咁樣，就做啲咁嘅嘢啊！咁而家咧就係點解會喺香港咧？就係、是、最近發生嗰單嘢咧，就報紙嘅頭條咧就係、是、疑似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咧就終於打破頻密咧，承認自己過去嘅感情方面曾經有缺失啫，佢唔係承認佢咩其他嘅嘢啊，亦都話。咁又太太又原諒咗佢啦。咁即係基本上咧，就政界人物咧，就有時呢啲發生嘢咧，就有其中有啲人啊咁評論佢話：古往今來咧，呢啲政治人物咧都好多發生呢啲咁啦，包括孫中山咧都有啦，都好多個有好似話有名嘅兩個老婆，三五七個嘅情人咁樣啦，有啲咁嘅情況。係咯，咁你做社工咧就知道呢個情況係咪越嚟越普遍？因為其實喺香港
這個會令我們很感慨，因為我們相信呢，就如果是一夫一妻裏面他們兩個能夠維繫得好的感情呢，對子女的成長是最好的，而當他們又產生了另一個感情的出現的時候呢，不多不少的家庭裏面都會很多的爭執，這個爭執呢就會令到小朋友的情緒呢受到影響，所以我們都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用不同的方法呢來即提醒翻啲夫婦，佢哋應該去關心對方嗰個嘅需要，唔好淨係顧自己即自己嘅喜好，就去即做一啲我哋話搞三搞四嘅生活啦。咁我哋都提翻佢哋無論係咩原因都好，任何嘅發生問題喺邊度發生咧，你仲係針對嗰個事件嚟到去處理翻，如果你真係唔識去表達自己嘅情緒嘅，你學咯，我哋都有一啲嘅路亦可道，點樣教你嚟用説話嚟表達自己個嘅憤怒啊咁樣，咁以至到唔需要用打交嚟到去做一個，即係俾啲仔女見到，仔女一見到就學噶啦，跟住又有樣學樣，有樣學樣，真係，係啦，咁我咧就見有一本書咧就係、是明愛男士成長中心又係啊，即係出嘅就叫《生命重整之旅》，係又影一影俾大家睇睇先啦嚇。咁呢本書咧就《生命重整之旅》係啦，好咁咧就大家咧就可以買翻本嚟睇啦嚇，或者係去呢個明愛男士成長中心嗰度可以借本嚟睇啊。好啦，裏邊咧有一篇咧就話周鑑倫律師嘅作品嚟喎，係咪啊？就話離婚常見的法律問題，係咁咧，裏邊正話咧，你都係將你嗰啲精闢嘅意見咧，係嘛？就關於其中一樣就同大家講咗啦，係嘛？咁咧就呢個就今次我哋講嘅集中婚內情啦。咁喺你做咁多嘅呢啲離婚姻嘅啲案件嚟成，就咁。即係呢個緣起咧，係咪好多都係因為有發生婚外情咁樣？所以其實不合理行為又係婚外情，通奸又婚外情，就因為呢樣嘢就引致分居分開咗，咁用分居理由，其實都係可能婚外情，係咪因為呢樣嘢發生？都係啦，同埋咧我或者講下啦，唔知道你有冇聽我最感覺即係嗰個印象最深就有一單，咁啊都十幾年前就係、是令到咧即係。感覺一個嗰個怨恨係好深好深嘅，咁啊嗰單係咁嘅，兩公婆大咁啊，好又好窮捱起啦，嚇好窮好窮咁捱咗下來都幾好嘅，有幾部的士咁，六部的士咁樣，咁啊有錢人，有錢人啦，老婆又揸車咁啊做啲生意咁樣，有錢咧就個男士即係我當事人就開始就搞搞震啦咁樣，咁就咁啊有出面有女人咁啊，老婆就當然後來離婚啦咁樣。咁啊，怨憤喺邊度可以感覺到就係喺嗰個咁，當然離婚我諗都冇得拗啦，係咪先？就喺個分產嗰度感覺啦。嗰個女方係唔肯用種種藉口咧去拖延呢個程序。咁啊，因為當時啱啱咁啱早感覺就啱啱嗰個應該係97、98嗰陣時係嘛？個地產市道啊，嗰陣時差啦咁樣，跌曬係啦嘛，跌曬咁樣。咁你感覺咧，情願咧同你。同歸於盡，同歸於盡，佢都唔合你哋喺而家分嘅咁樣，咁啊最後分咗嗰陣時候，可能大家跌曬啦咁樣，都係好少，即係嘅渣都冇咁滯啦。咁啊期間上堂啊，見到係個女方個表現係怨恨好深嘅咁樣啊。咁我認為怨恨係因為個男人咧嗰時搞搞震，即係同你捱得咁辛苦，幾好啊，大好家庭咁啊破壞咗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分家產啊，分家產嘅時候啱啱遇到金融風暴。咁啊，更加就屋逢啊咩連夜雨啦，連夜雨啦，佢係要用種藉口拖你咯。逐啲講啊，盡量想玩殘你，不計嗰個叫做嗰個代價咁樣係嘛？咁引致嘅，咁所以遇到呢啲問題咧，就不外都係三種嘅做反應啦。嗱，第一種就係、是、周律師正話講咧，就兩個變咗怨偶啦嚇，怨偶啦。第二種嘅做法咧，就係、是原諒對方啦，完全原諒咁啊！大家係重新嚟過，重新嚟過啦。咁呢個就係好似睇嚟係堂堂呢個情況啦嚇，冇任何嘅怨恨啦，咁啊即係有悔疚嚇，就係大家重新嚟過，完全得到妻子原諒啊。咁第三種情況咧，就大家就係
相見咧就係再見亦是朋友嚇，就都係分開啦。再見亦是朋友就傾一個離婚程序咁樣。咁就呢三種情況咧，阿黎偉倫咧就係、是、你接觸咁多嘅情況咧，你覺得係點樣去處理嘅咧？覺得係最理想嘅啫。啊，最好揾律誒揾阿社工去幫手啦。但係呢三種嘅情況咧，就係係咪即係都最多發生嘅啦？嗱，我諗其中一個最需要處理咧，就係處理翻嗰、那個。怨偶啦，因為佢裏面佢嗰個嘅憤怒咧，佢係表達唔到嘅。啊，佢你主要憤怒係覺得被出賣。啊，依、這個感覺好好緊要咯。啊，因為我忠於依個婚姻，但係對方咧就係移情別戀。啊，移情別戀嘅時候咧，佢係即係嗰個感覺好似就係成個人冧曬，成個自我形象係跌曬落去。啊，因為我喺婚姻裏面去投入咁多，我又繼續去照顧仔女。但係點解對方會嚟到去揾另一個女另一個配partner 嚟到去發展咧？通常係個女方去怨個男士喺出邊。而家我哋都多咗有啲男人發覺女士有，但係一半嘅喎 ，equal 嘅喎，女士喺出邊有。嗱，無論點都係啦，就係嗰個怨憤咧，就係喺嗰個受影響嘅人嗰度。你點樣可以舒緩咗佢個怨憤，以至到佢能夠係將個人嗰個嘅情緒平靜翻，然後佢再去處理翻同仔女嘅關係？依、這個我哋覺得係最重要的。如果唔係咧，我諗都係最受害嘅咧，就係啲仔女。仔女係啦。好，由於時間關係咧，我做少總結咧，就係、是、如果遇到啲婚外情嗰啲嘢咧，就都係揾個社工幫手啦嚇。咁最多發生嘅咧，都係嗰三種情況，一個咧就係、是。互相原諒啦嚇，大家就去重新嚟過。啊，第二種嘅情況咧就係再見亦是朋友，大家就去經一個程序去分開啦。第三咧就係一個繼續怨恨嗰種情況，就係呢種情況就係不理想嘅嚇。好啦，咁我哋咧今次咧就講個呢個婚外情與法律係講到呢一度嚇。咁如果事件有進一步發展嘅，咁第日我哋可以再講下其他嘅婚姻法律啦，同埋刑事法嚇。好，今日我哋咧就節目到呢度啊。